8號的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仍然都是生效的。在過去一小時，颱風巨鳥是繼續移向這個廣東的西部沿岸地區的。在今晚11點的時候，就巨鳥仍然都是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，大約是150公里左右，將會繼續採取一個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，時速大約是18公里，就繼續移向這個廣東的西部海岸地區的。按照現時這個預測路徑，巨鳥將會在明天早上就在這個廣東西部海岸登陸的。現時就本港部分地區已經是吹緊這個烈風了。在過一小時，在西貢和長洲錄到的最高陣風是達到是時速120公里以上的。這個低洼地區將會是受到這個巨鳥所帶來的風暴潮所影響，是會出現水浸的。所以在住在那個地區的居民就要特別留意，是做好預防措施以減低這個損失的。天氣方面，我們預料就今晚和明天都會是繼續受到這個巨鳥的雨帶所影響，是有這個狂風大驟雨的。